值几多搵信安啊？好啦，我哋而家翻翻嚟到 Cornell Community 喺曼锦市啦。咁如果你睇惯加港区，你 Cornell Community 系信安一直以嚟推介，因为越嚟越多一啲有实力嘅年轻家庭 couples 都中意住呢一度咧，就系 Brook Avenue 啦。我哋叫价呢一间 N Unit Townhouse 嘅时候咧，我哋 list 嘅价格咧就系98,800咧，卖出嘅就系99,500，咁就系101% over asking 啦。咁其实咧呢一间嘅时候，我哋做咗 offer bidding 嘅唔成功，因为咧而家个市场系真系慢啦。慢的时候呢一间就算是 N Unit 我们都 list 了41日都成功高出叫价卖出。41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停去做 marketing， 我们不是那些 agent， 可能我做完 offer bidding 之后就没有了声音， OK？ 我们继续努力的做很多不同的 social media， Facebook marketing， IG， YouTube， 这些就是新一代的广告。加上呢一间的时候呢是一个 N Unit Freehold Townhouse 1502尺，咁是2007年嗰时建成的，都是16岁啦。去的校网呢都是 Little Rouge Public School 和 Bill Hawkworth Secondary School。在这个 Cornell 社区呢打 Pickleball 的时候在这里见到 Kent 一点都不夸张。我们都要讲恭喜买家，恭喜买家，恭喜买家。